你知道吗？情绪不是一种状态，而是一个决定。一天赶五个面试，是选择乱作一团，还是松弛上场？是这样吗？结束了，是选择蓬头垢面，还是洒脱向前？出到新城市，是选择垂头丧气，还是逆风飞扬？通宵方案没过，是选择原地垮掉，还是从头再来？你决定用哪款情绪面对今天？愉悦自己亦是爱的味道，阿道夫天然情绪香氛。喜悦的心情到来时，最先跳下来的是头发。谢谢。香氛与情绪，阿道夫情绪香氛新月瓶。小伙子，你洗发水忘拿了。嗯，交给你了。原来熟悉的香味也会慢慢变成一种默契啊！精油五感香调，48小时持久留香，阿道夫精油香护理专业，爱的味道，一辈子忘不了。